请各位赶紧落座，我们听听皇上有什么评判。来，有请。欢迎皇上发言。思贵妃和颖贵妃所做的一切都深深地看在朕的眼里，我觉得二位爱妃是集华夏女人所有优点于一身，也深得朕心。那么此时此刻，我觉得也到时候了，朕宣布，荣获皇族殊荣的人将是颖贵妃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颖贵妃，你谈一下，如果朕选思贵妃当皇后，你该怎么办呢？皇上，我只有一个请求，我能不能当上皇后呢？我觉得就看命了。但是，就算我当不上皇后，能不能让皇上给我做个主？因为我跟弟弟情同手足，弟弟呢有一个心仪的对象，就在皇上您的身边。我爱你 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，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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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，I love you。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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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。怎么了，公公？怎么了，公公？那是我闺女，闺女叫岳父，岳父给岳父求婚。哎呀，岳父，公公，你不是我没静静呢。朕宣布啊，皇后就是，皇后就是。什么慌慌张张的？你到前面来说话。我找到您一直要找的那个大明湖畔的那个谁了？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找着了。谁？就是那个谁。你给我起来！哎，皇上，皇上。所以是大明湖畔的青梅竹马。赶不赶快追？不能让他成案。走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走。哎，等等等等。哎，放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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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啊走啊走，闺女回来。我觉得能够肆无忌惮地去笑一场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。范老师跟自私的父女情，我跟汉典的姐弟情，大家在乐开怀笑的同时呢，还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深深的情感在里面，把这个欢笑带给大家，这是一种成就感。是，所以我们要继续为各位观众服务。我们人生也有新的成长，特别美好，一切为观众，为观众娱乐，我们乐意。